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世纪 reaction 之后，我是抽到女同学的挑战嘛，然后我自己发了两分电，那现在就准备挑战开始吧。我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，一位是季南，季杰。你为什么戴着我的帽子？好惨啊，我被抓过来了。然后还有一位就是付杰，你给自己一个镜头吧。不要。那好吧，反正我出镜。来，不行不行，来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
发，哎，这么干，这样，动，发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投决力，我的，看到看到 ，OK， 这太高了啊。小动作，小动作。放大一下，啊，本人呢，可以说什么？这辈子，这辈子不再跳女跳舞了，太羞耻了！我想太羞耻了！但是刚才跳的挺嗨的，他。哎，所以说大家觉得我们今天拍摄的表演的怎么样呢？啊，三年，把辛苦拍摄，辛苦观赏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有可能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，快点。好，吃饭去了，该吃饭去了。走。啊，一直拍着。三，一，哒哒哒。哦，好，哎。